行，李总，经理，很你强坐。劲，即点钟的时间，我想讲咱较轻松的吼，来看一寡我所收集的这个，以前是幻灯片，即马改制作用一个 PowerPoint 的图吼。不过伫这个进程，我有哪期待咱这亲的朋友，恁所讲的爸母话，不管是何落话，体会，毋通袂记，这个爱会记，因为语言就是一个民族意识的根。你从这个民族意识的根，若拢袂记吼，我看咱若无根，我若无证啊。咱是台湾人，咱毋是中国人，所以这个概念恁爱记。现在啊，因为我从事教育工作，但是我本身也是伊是哪医生，也是一个牧师的身份。啊，今日你问我讲啊，若安尼怎解释？所以我用我做一本台湾姓名文古诗，台湾姓名文古诗有写60字的姓名，啊，中间有真侪图片，啊，要一本册，那是算讲畅销书了吼。台湾人的姓名，伫前卫出版社，你若有趣味，家己买。我着有哦，这是怎解释？咱咧台怎解释？有两张图片，一张就是地皇帝无，搁一张就是地元帅无。啊，我对怎解释的定位，我着用这个7字啊4读互咱听，台湾话足水哦，比北京佫较水吼，即种拗的吼。啊，这原来是写予这个教员吼，中小学教员、教保姆的老师吼，引起的啦。写10字后来扩大到60字。怎解释？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着是真失望。数百年后，伊作怪。地搞判断咱错了，国民党走路来台，国民党来台湾是走路战败，啊，中国战败，伊比我讲是完全来是走路走来台，啊，佮殖民台湾这真阿爸，国民党走路来台，独裁专制人人知，佮这座皇帝崇拜，麻醉人心真厉害，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，60万军民走路，台湾人开始叫苦。啊，战后台湾600万民的，啊，中国人，敢若军队哦，军队公务员60万，后来陆续移民的超过100万，所以目前台湾13.5%的人口就是新住民啦，吼，啊，我是无迄个民族主义，我那接受因，但是伊毋是啊，因对台湾人到这为止，犹阁是用殖民政策，在统治台湾人未使做总统哦。做总统就宏观哦，宏基数，包括李登辉哦，国民党的李登辉最近宏基数，11年前的代志，即摆来甲起数，阿扁也宏观，非常好哦，非常好。即我刚讲出来，我着负责，你要了就来了，别管就来管，我唔听。这就是事实。我下面暗含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神运动，故意是英明领袖，待在中华面前有三民主义做圣经。国徽上挂头前，周会例会做礼拜，全国人民就拜甲变阿呆。蒋介石变新皇帝，讲伊个名就建立即字哦。民族救星是皇后，世间后个民族国家，迄个民族救星，敢台湾有人啊，啊，甲希特勒时代德国有人啊。民族救星是皇后，这日就唱歌娱乐，大哉中华太子贤能，恁会晓唱袂？毋捌，安尼恁头壳清醒。我拢唱过啊，来，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，甘心做忠诚遭忠诚遭到一切敌权因的包，保护政权用戒严38年长时间，全世界无的啦，军事统治戒严38年长时间，白色恐怖无人权，家破人亡政治乱，我嘛两三个亲戚哦，伊就倒红关过啊，做政治乱。1975是转基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个棺木藏珠湖，毋愿落葬台湾。台湾人是悲哀独裁者罗亚的 slavery 啊，当作奴才来看。独裁者罗亚毋知，从蒋介石做新派，蒋公王爷安尼来。高雄市有张德堂拜蒋介石做员工，元帅打扮成功，
请高中中国大陆去反攻。典韦大哥开支中，有中正祖在其中。帝皇帝无也保剑，争做帝王无尊严。这个民族国家要做帝王，啊，崇拜。所以台湾人的悲哀就是这，台湾人的心灵讲做，讲千王千帝千王后。啊，咱民族人拜一款千王千帝千后的神哦。你的心，你的潜意识，你的心态就是往缩死啊！你叫你做一个民主人，听家己的奋斗无可能啊！所以咱爱也要判断哦，这些属性。蒋介石历史定位、学者讲法有关系，伊是二八元凶，二八是制造的哦。台湾人的精英拢伊派的吼，伊二八元凶，拜伊做神不平常。蒋介石甲宋美龄祖先伊都无亲缘。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怜上天堂。蒋介石讲伊是耶稣的信徒，我嘛是啊。蒋介石来去天堂，我单方面我唔爱，回去就好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讲安尼是？我直接去重述一遍。十世纪历史学家认为讲四个杀人魔，蒋介石中间一个。第一个斯大林。开始东欧甲伊个同胞7000万，第二个毛泽东5000多万，第三个蒋介石1700几万，第四个希特勒，德国个希特勒1300几万，甲犹太人开始610万，即款个人讲是基督徒，你要相信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也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比，耶稣点会容易？事实伊是罗兰神，客死台湾去所听，民间无知去敬拜，真正台湾人悲哀。我刚刚读60首中间的一首，蒋介石的部分，互恁听就好。下面哦，因为较趣味的吼，我想咱来学习。后壁吼，咱个这个哥哥伊会放一挂即个台湾人咧信啥物会多变，互咱看。我一个介绍，因为恁要了解民间信仰健康无健康，看即个多变一遍，啊，着够样。台湾人是进入宗教心魔，伊心目中个至上神受道教影响，叫做玉皇上帝。原来吼，中国一款专制独裁帝王。天边天修的社会下面，皇帝教主给拜天王，道教出现，民间才会当拜一个玉皇上帝，就是张仪一变。后来玉皇上帝，这是文人哦，读册人啊，真爱伊。啊，对玉皇上帝认同，咱的俗语作者，人是天生地养，千算万算，唔得着天一辈。天是人，不如人是人之本。啊、哦，哎，多谢多谢。啊，因缘天注定，唔是每人脚高行。吼、哦，你捌，哦，你捌看玉皇上帝？吼、哦，你讲对天的认同真可爱哦。吼、哦，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这种俗语听起来吼，那像真有道理，像咧读四书咧，其实一说都无道理。有囝毋是有囝命啦，无囝医生会注定啦。伊五三哥检查看查甫出问题，查某出问题，这拢是落伍的观念，但是听起来真阿文，哪有影？来去过下面那张，那因为是帝王，上帝就是帝王啊，所以帝王的座言吼，就下面迄个发天平，帝王的座言就是安，毋是哦，这是耶稣那一标啊吼。哦对，帝王的座言就是用上帝叫变安的先啦。帝皇帝无穿古装，啊！咱咧用冷气、用电风以后，两个女婢咧下风，比咱生活比咱较同哦。这叫做天光啦，哦！你要天光无？这叫做天光。诶，这国民党上高利用民间信仰一标咧，甲挂鞭啊，啊用标的人做你条啊卡啦，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啊，这个用上，既然是做帝王，啊，你民主国家咧，啊，你所拜是？是一个帝王的神，咱要民主化就很困难哦，很困难。啊，既然是帝王，伊毋是专灵的人，是 Almighty One， 伊在真济部下来去搭下手，做下面迄张哦。伊爱有一个助生的神，叫做南道助生，对，即些
还有一个注释的神，哦，北斗注释，乌面的，伊个就是乌面的，乌面的注释，所以俗语讲南斗注释，北斗注释，就是对遮来哈。所以台湾话是真可爱哦，恁来学习哈，唔通甲讲迄个外国话啊，哦，北京语，北京语就是英文叫啥？叫做 Mandarin。满大人的满大人的话，满大人的话，官威了，清朝的官威是满大人，所以外国人叫北京叫做满大人，你去跟一点看一下啊。后来北斗注释搁过，因为天公唔是专用的神，伊爱一个观天，一个观地，一个观水的神来甲伊，甲伊斗下手，这叫做三观大帝哦，三观大帝，上元天官伺候，中元地官下罪，道平较大。啊，下元水官界的尧舜禹叫做三界官，历史上有尧舜禹的存在的，有无？有啊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啦，神话啦，像家你讲有尧舜禹，头壳太阳个，那是传说啦，那种的 mythology 啦，那历史无多人科普啦，是信出来的东西啦，我敢讲你敢信就可以成立啦。所以尧变作上元天官，啊，正月十五伊的生日在食上元圆啊，啊，中元地官下罪，七月十五时的生日在食红菇粿，啊，食发粿，下元水官改的，就是大禹的生日，嘛就食红菇，哦，啊，加一个米菇，哦，啊，即我唔免去说明，过过，代表讲天公是专灵啊，观天看得过，即太阳神啦，目睭三蕊有即。啊，对这地球不利，无清楚，无这科学观念的台湾人，就是从即时看到的太阳，当作神，叫做太阳神君。佮上一节个下面你张领看卖咧吼，啊，这叫做太阴娘娘，暗时看见的光体，就做查某，一个太阴，一个太阳，有影无？这毋是我刻的哦，这咱哩庙里拜，无影无假。咱来看见这个，哦，大气不利，哦，地球还是这天文学，唔是甲咱讲这是神，这是不过是一个太阳系的现象啊。这款暗物，太阳甲太阴来做暗物，这款暗物上不天，安那上不天，你想会出来？这款的夫妻不能同房哦，袂使困做伙哦。那粒星球那小光，世界末日哦。你想看嘛？但是咱就是安尼在甲试。好，就是无个知识个过。台湾人拜雷公封神，雷公就是一个鹰鸟脚、鹰鸟嘴、龟仔面、拿波头、拿叉啊，因为波头叉啊含落到地，单车就管走袂死掉个，叫雷公神。这个也兴风旗，袂使乌白下风，乌白下风，台湾就做风台。风神巫师同款，伫小说内面，哦，会人物啦，哦，为什么伊会有鹰鸟翅？伊个后壁就是因为咱听见雷声伫空中啦，所以这就是台湾人的行为雷公，啊，这就是风神。啊，雷公近视一千度，天公烦恼讲你来讲歹人，结局拢无采工，建共拢讲死好人。哦，天公头壳一粒两粒大，最后送伊一个某，讲好啦，后壁一张，讲你若要讲伊进前嘛，送一个某，天两个行哦，两个行，先招一个四那婆，啊，这里四那婆，先招一个较罕的，啊，安尼，啊嘛无采工啊，即马美国一年大概65个到70个中间互伊讲死，大家就好啦，可见天公若无望眼镜，也无近视目镜。所以看无啦，啊，无采光，哦，这就是迄个台湾人的神的一个想象。这是电报四那波，啊，这是风神哦，唔是巫师哦，有风神也一个形容词，摕一个火红，应该就用柳树枝，不是连衣嘛，用纸做。伊若有袂休水哦，台湾落雨就落袂停，啊，这台湾人想象的神明，这是台湾之四个。咱就真侪股票，我才看得到。介绍者，互恁自己开了。来，各位，台湾历史
上要紧的一个女性，古早时代长山过台湾所坐的交通工具叫做junk boat， 容客船，用风扇，顺风的顺，直接就到台湾了。无顺风，一礼拜就伫台湾海峡过来过去，甚至顶船哦，所以爱靠这个妈祖哦，非常羡慕，这海洋交通安全的秀。啊，因为妈祖无那近视啦，甲雷公共款，耳孔搁重，所以吼、哦，为着要救苦救难，爱送伊两个神妖精，这个叫做千里眼，伊无望眼镜通看，叫千里眼去看，啊，天气好，顶船。当今几多几个月有顶船无？妈祖无啊，赶紧甲救我！啊，若乌阴天看袂着，吼、哦，听人咧喊救命声，千里眼啊，顺风耳啊，听着啊！哎、欸，妈祖婆啊，到位几多几分几秒有顶准哦，关起来。所以这款的造型代表妈祖婆，不是 Almighty 话，不是一个专灵的神啊。哦，拢人拢想象出来，造型运动，但人足够。即摆妈祖婆伫台湾无咧救苦救难啊，啊，咱拢坐粪车去咧旅行啊，修行啊。妈祖婆也无修行哦。伊千里眼是讲你吼，毋是举过来手过来报，手摕两个金元宝哦，表示啥物？表示讲伊要帮咱台湾人发财啦，趁钱，伊就财神嘛。所以新人来到台湾哦，迄角色拢会变哦。所以中国妈祖甲台湾妈祖是无共款的，中国妈祖保护伊中国人借着飞弹来对准台湾，啊来甲咱威胁。台湾妈祖保护台湾人。独立建国，无共款，吼、哦，唔单是我妈祖拢共款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所以也要安心分辨。你苏明先生就讲嘛，台湾妈祖啊，甲这个一路妈祖拢无共，老个鬼，哎，是，还没哈，好 ，OK， 后来当相信妈祖婆，对咱海甲咱传到台湾，台湾。以古代时代真歹夹去，安那歹夹去，刘永斌、瘟疫一大堆人。台湾上出名的就是马拉利亚，就是吉布斯等下子，就是霍乱、霍雷拉。哦，这样哦，夺去足济人的性命。啊，台湾拢有足济宣教师吼，像大厦医馆的开拓者，嘛是马拉利亚死宣教师哦。Hewlett 台湾第一个叫那个老师，是伫阿里干，就是马拉利亚死哦，哦，足济足济，啊，所以，因为安尼先，登山过台湾，伫台湾第一开垦，来有一个卫生署长级的神，来大家帮忙人才开垦，才活落去哦。这卫生署长级的神叫做什么名？知影无？叫做大道公。所以台湾的大德公有够侪哦，医生的神啊，医神、卫生师长的神，大德公正名叫做保生大帝，保生的。台北市第二大间的庙就是大德公庙，阿妈祖庙那一片台湾啊，所以妈祖庙跟大德公庙台湾满四个啊，你看，咱用安尼了解，咱较注意。所以你若要研究汉药药签，去大德公庙。吹牛角甲讨油枪，我有一本真完整台北个台独公庙油枪的册，台面分做南科、鲁科、小儿科，唔是西医哦，拢汉医。啊，你抽起来十米，啊，十米哦，十米的汉油枪，落去抓，落去煮，保证食袂死，都有靠点点啦。好，啊，这个是台独公，各位，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海岛。的交通靠帆船，古早时代，驶帆船的人上惊风险，来拜水神尊王，有五个哦。第一个大武，是比较三界公的水官；第二个嘞，屈原；第三个王勃、王勃；第四个五祖师；第五个水中捞月，再落去死迄个什么人？李白对，安尼做水神尊王五个，代表当时的北疆。来个鬼，惊尊人拜水神尊王，讨海人拜四海龙王，啊，四海龙王，这种刻意要你看，为什么？因为海龙王
海疆内面有兵啊，足侪兵马。海里面兵马拢是鲸鱼啦、鲨鱼啦、哦鱼啦、虾啦、鳖、哦水族，迄种海里面兵啊。啊，讨海人吼，咱台湾是一个海岛，讨海人靠掠鱼来支持伊个生活。啊，掠鱼吼，掠足济，海龙王面上乌了了，一个饼也互你掠了了。所以海龙王在甲吼，讨海人在甲海龙王讨遐，拜托个啦，为着生活要顾我囝吼，一寡鱼虾水族啊，互我掠。啊，迄将军级个吼，像郝柏川迄海岸嘛，迄我卖掠，我一般卖掠就好。好，大家你是特效哦，所以拜四海龙王，托海人拜四海龙王，所以你若去台南鹿港的庙，拢有四海龙王、水仙尊王的神明伫遐，哦，你去看，古庙才有新的庙宇，来去拜。托海人个姜子牙啊？托海人个姜子牙个。姜子牙是伊咧姜子嘛，西方尊，海洋的交通嘛，西江的，托海人出海。伊毋是这样子啊，结白啊嘛咧讨海啊，一挂鱼啊掠了海里，我们边啊甲掠了，看伊乌面未，啊，在甲海里往讨遐，无敢哦，做不过，或者台湾人足爱即身心，官底呀，伊皇帝无，毋是文殊公嘿，文殊公是乱讲个咯，官底呀，伊讲信用，生意人上爱办，台湾有一个所在名。这关帝庙，你知影无？关帝庙哦，一间庙来好个庙，啊嘛有一间庙太祖爷殿，迄种所在庙哦。哦，三奶观，这三奶附近哦，即个所在庙哦，就是台南近郊的关庙乡的关庙乡，有听过无？因为伊有一间庙保留伫遐，足大间，用这个生意人拜关公。可能咱吼时间足宝贵，我会讲较紧啊。好，来各位，请恁看，正手举一个七星戒，倒脚踏鼓，正脚踏蛇。哦，这个声明就是上帝讲啊，北极天天上帝，好海人拢爱拜哦。你北极星的神啊，北极星看鼓先鼓，看蛇先蛇。哦，北极星的神，啊，所以有一个故事叫做《上帝讲受孤蛇》，啊，您知影？啊，伊的故事足趣味哦，借着一个环境污染，哦，听讲伊安尼修道成功，玉皇上帝召伊上天，迄种神话的，你唔通信的，啊，他讲啊，我在世太低，鱼肉食伤济，肠仔肠道真垃圾鬼，所以袂甘你我肠仔肠道上天失职。那个破肠啊，肠道，将伊的肠啊、甲伊的胃拢摕出来哦，只有神才做会当个，无死掉个，甲落到底落到洛阳桥下，东条时代洛阳桥外出名个，哦，这一个环境污染，所以这个故事讲哦，你再囡仔听听哦，囡仔仔哦，伊会去学，随便丢东西，这个神是太麻烦，无想讲伊身躯一道电，肠啊、肠道都一道。伊的肠仔煞变成蛇精，即只；伊的胃变成牛精，啊，即只。啊，无啊多啊，伫食人，啊，食人用上就讲啊，伊的肠道那一道变牛精，啊，蛇精伫食人，对对，对反间将牛精收起来，啊，乖乖倒来。所以脚踏牛蛇也七只脚，就是辟邪。哦，伊的功能就是辟邪，所以法师啦、当机。好爱啊，足爱即身心的。那安尼说明恁着，哎，好了解嘛。好，各位，台湾市民中间看到即款的市民，足歹足歹。伊知讲国民党吼上歹食就是小白啊。我的时代拢有哦，驻兵嘛有哦，政治战士是小白哦。啊，你安尼讲台独思想，第一件去关禁闭哦。啊，袂使袂使，安尼干毋是？民间信仰也有啦，民间信仰的照片是就是一身，一身你看有无？啊，普通无即款的，迄个台北市的文殊公庙的啦，你拜赵君公，赵君公是必伫灶卡，会敢是每一个家庭的父亲人，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妈、
主家的时讲人的歹话，有，啊，啊有歹新闻做记录，啊家庭的囡仔大细有歹新闻就做记录，啊建设九天，一照这个家庭吼，这个家庭的追踪一条一条一条，当时，你知影什么结果？啊，十二月二四啦，上旬就烧新马、假马，伊吼。赵公公不是坐太空梭上太空，伊是骑马去的，所以新马是咧骑，驾马是咧爬咧。正式打到报告的时间，农历的12月24日，叫做上旬日。诶，这阵人风俗哦，哦，恁想笑咧，所以你拢唔知影。啊，他会不会打小报告？哎呦，不是咧打小报告，三天打小报告一次。所以，当然人闹出个小公公，赵公公三日就变天。赵武公三天打小报告一次，啊，咱上旬的李上那真古锥，这个家庭听讲去哩吼，上天造歹命，一灶坑古早无用家属炉啊，无用电炉，灶坑就该锅鱼啊，鱼啊，恁知影？你食烧鱼啊？你食过年拢食鱼啊？吼，烧鱼啊，锅鱼啊，甜的鱼啊。啊，阮老母吼，伊我是台南市的人，我细汉才会记，阮老母，伊就是经济较好。锅未见过，规罐锅见过，甲锅灶锅灶灶，唔嘛你上天讲话讲较甜咧啦，你食一个甜，唔通甲阮讲歹话。啊，阮明年吼，阮这个家庭就真歹个啦。啊，所以专门拢咧打报告的，就是这款事。所以民间信用这款市民的组合不健康，不健康。啊，有哪有叫白啊？啊，来个鬼，台湾人。一力团结，甲下面恁所看一个信仰有关系啦。基督教是一神论，上帝是天父，不是王哦。啊，讲 King of King， 老老万王的万主的主，那是古约时代观念啦。新约时代观念是上帝是一个父亲，所以你基督讲我们在先天上的父亲，因父讲啊 ，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，Hallowed be thy name， 啊，讲到这政策，一个父亲。父亲就足好亲近啊！一个呢，台湾人唔是哦，泉州人拜泉州的神，漳州人拜漳州的神，客人拜客人神，叫做族群分离信仰。所以你来研究单数吼，都因族群分离信仰的关系，烧台啦、冤家啦、害死人，啊，比如着福西，做迄个福西的。所以这就是泉州人的功德尊王吼，对不对？漳州人的清水祖师安溪啦。种地要甲西方船足够，哦，台北拢有啊，拢有迄个清水祖师庙，三峡也一间介出名哦，万家一间哦，哦，淡水也一间哦，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保义大夫啦，还佫一个保义尊王，一个文甲武，地秀海棠的哦，普渡地秀海棠修行，新店平安目沙拢拜这個，对不对？泉州人，佫拜泉州的龙山寺拜观音，拜观音。各国，专漳州人的心开漳信王，苏林积山岩的主神就是积山，内湖啊，甲桃园伫罗中迄个庙是开漳信王庙，漳州的拜漳州的，啊，泉州的拜泉州的，哪有法度人族群的团结啦？无可能嘛！各国客人拜三山国王、灵山、独山、金山，啊，因为对潮州来，后来各国客人拜移民以后，哦，你还了了。啊，亚腿亚边弯鸡，这移民安那来？移民以后吼，就是千光义51年到53年中间，台湾有一个中华的属性叫林松文，伊清代上第一大的这个革命运动，就是林松文的革命运动。啊，官方拢甲讲做伊就是什么反国啦、反政府的人。啊，这胜者为王啊，败者为寇。其实林松文哦，伊势力不大，干富强不含弱，分分钟钟伊个势力嘛，对不对？伊若卖有清朝的福康安带10万大军来台湾，会奠定奠定，台湾早就已经建国过去啦。啊，所以林松文，那用今仔这代的观念来看，是台湾人的英雄。伊个时代，客人班镇、官军啦、福康安，啊，这些人。清空一家，保中移民，所以客人就安尼做延根吼，是新的新波吼，保中移民为
分灵有12种的庙，吼，就是客人去团结的上天，就是拜地灵爷，好。族群分的信仰吼，一个民族的团结。即个修行的罗盘公，各位，罗盘公甲罗盘嘛，啊，就是做法像师傅的祖师，那拜起来，好，即个修行，过来。做土水，泥水匠，做土水的祖师，就是这些荷叶先师。土木工程的祖师也就是这个，各位。媒人公啊，不是媒人婆，月下老人啊，做媒人仙公，台湾拢有吼，月下老人伫遮啊，因为做媒人仙公甲占位，台湾高庙去的，各位。这不是多地讲哦，摕一个水桶，一个花童穿开脚裤啊，这是福建人结婚离怀疑一摆，叫做栽花的花工，各位，花婆，花婆压水，也一脚仔咧压水，哦，花婆压水，啊，这是查某的花童，花工栽花，花婆压水，花工花婆不是多地讲，哦，栽花换到就是咧拜一款的神，对不对？不好又伤国为灾，好不贵。好，祝生牛牛，来恁看这哦，你看这个祝生牛牛兵，哦，你要生几个后生，生几个查某囝，所以这是左三叔，也是家在登宅，啊，攀一个脚桶生囡仔，这款的多变，敢若我有呢，台湾敢一间庙有这款的做的，所以敢若祝生牛，哦，好不贵。波家宝，你若看到这个波家宝12生啦，啊，代表讲一年出世的时候，一对一岁，甲照顾到12岁多济，看到这个咱讲妈妈的伟大。像讲我的年岁的人，我无能当食，拢安尼妈妈管养大，食老母的奶，啊食恁阿公奶，互咱吃甲呢，栩栩如生。现在你不是哦，你是吃牛奶大汉的哦，你这年轻人啊，啊，所以跟老母那就较不感情，至少老母要足疼。所以你若母亲节吼，袂使干呐挂一笔卡内上哦，给老母。母亲节要多挂一朵康乃馨，一朵送给牛妈妈，因为你们吃牛奶长大的，安尼较功德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好。这就是看到这个，咱讲台湾人的信仰中，真注重有囡仔的神啦。啊 ，Nursery Goddess， 啊，各位，有些人结婚啦，大把多要生产，听讲危险来拜这三仙，叫做三奶夫人啦，三奶林奶林奶，安胎安产的神啊，就这个。好，再过去。啊，若是要生后生来找他，分花童子，这唔对了吼。啊，台湾人的妇女吼，台湾人的家庭重男轻女，不过在恁家女生哦，生在今天，那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还是更早的女生都没有地位。啊，若要生后生，拢生查囡啦，你晓得，这个分花童子要找他。啊，一生哪个生出来？下面还有一个帮助人生男孩的神，你看看，就是他，这个的宋祖先上家神，伊的手不是得一个钱哦，得只竹啊，得只铁弓，就是铁弓哦，挥弓断一个剑，指的是儿子嘛，担子嘛，弓边就比老母的子弓，会怀一个男胎啊，生一个男孩，吼、哦，台湾人真好发明，为着要生后生。哦，什么神都有啦，啊，什么都，啊，这些哪生会出来吼？就讲啊，人命，好，咱唔通人命嘿。啊，你若要怎啊吼？有三个医生，有那个试管啊，婴儿啊，看你要生双生，一胎要生三个都有可能啦。长荣大学有一个外学生，哦，就是三胞胎，拢女生，中间两个读长荣大学，一个。他外边的学校，他长得很像，可能是同卵啊，还是不是异卵的款，拢查某。
啊，所以乳腺会当帮忙滴，哦，要生查甫查某，可怜就是不对，好，各位，这就是囡仔生出来咧照顾的时，叫做亲娘妈，啊，妻心娘娘，所有台湾的信奉，顾虑做到，但是这是不是真呢？哦，恁家己去想想就好，各位，啊，若是大汉啊要生下。 惊考大学，特别得爱拜文昌帝君。文昌帝君，所以吼，那时间到，第三年过时间到，伊的头前足济准考证，哈哈，哦，一念的人是真个人吼，啊，佮拜甚物？拜长啊，代表希望我的儿女要考试，你聪明；拜甚物？拜轻彩，唔忙伊轻轻读册，啊，这用北京话是讲袂通个啦，爱用台湾话。 过来拜这个菜头宽纸，好菜头。哎，讲恁若走去打这走去拍电动玩具，啊，跟他拜这那有闲，那可袂着啦。来找文昌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王爷，台湾的海岛，王爷信用也是名，平湖甲台湾的西南部足济王爷。王爷名叫大天父，你若看大天父就是王爷庙吼，大天孙秀。 这是四方有关者官，有者户，王爷庙。啊，王爷的座言用介个，佛陀，哦，红水手啊，乌水手啊，白水手，他一定打两只狮啊。王爷有三百六十种，哦，啊，生百几时，哦，包括生蛋的，哦，非常复杂。有滴海洋毒水也在放王子，玉帝叫做王宫，王宫三百六十种。 共三百六十进书，关系数开始，这放王子的系统，哦，这无时间来跟你说明啦吼，好，各位，太子爷哈，这太子爷哈，时间到是无？不是啦，啊，到了吗？到了吗？我安尼是不是到？好，安尼吼，差不多十分钟，安尼是嘞，安尼我简单讲。 要搁有咧后摆耶稣后摆王，你袂记，你讲看袂着哈。那无论如何，我咧讲，这神的座言真忠国，所以因安尼先台湾人，从我啦我自己啦，邪龙一蛇，国民党宣传讲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你唔通相信咧，我是台湾人，你也是台湾人，咱是中国人，所以你何则骗伊，我去进香啦，去中国进香，提心戴肺去弘扬，这唔对。要搁有我台湾人对这神明。 唔是真有礼貌，即身神明若是无灵无相，灭宝庇我的换一身妈祖不变相，拜王爷爷爷爷，拜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变相，哦山啊王，什么什么石头公拢总来，地高有灵有相为止，人煞变做主人，神明煞变做我利用的路子，哦，所以即款宗教关系无共同，咱来好，我想，哦，干那啊，到底宗教应用咱的政治态度无？ 台湾若要建国，若要出头天，我想咱来找较健康的宗教，这是选择。啊，唔通互人骗去。宗教说我敢讲，你敢信，啊，就是宗教。哪里我变神棍啊？恁这我的善男信女。咱在用头壳去批判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所以我伫这时间虽讲是真有限，我安尼简单甲你讲，讲咱爱一个知识分子在懂得批判，有批判的人。 咱才有心通听台湾，台湾若听落去，将来咱要建国，吼，啊，咱民政府就成功，要建国也成功。好，这一块就好。您爸爸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无控制时间，详细的。 我唔知影讲，我唔知过因的时间到。哦，大概半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，不是两个小时。就是。我咧啊。然后要比赛，时间变了。哦，变了，变了，对啊。
Yeah.